活动一，以下是三红班的学生喜欢进行的球类运动，把数据整理在下表中。羽毛球有11人数，篮球有7人数，排球有5人数，乒乓球有4人数，足球有5人数。四或五人一组，选一个题目进行调查，收集和整理其他10个同学的数据、题目、同学们喜欢的科目。科目：华语有5人数，国语有1人数，英语有8人数，数学有11人数，科学有6人数。活动二，根据丙分图，正确的说明画勾，不正确的画圈。第一题，丙分图的标题是30个学生喜欢的早餐，答案是勾。第二题，丙分图分为3个项目，答案是勾。第三题，有8个学生喜欢炒饭，答案是圈。第四题，最多学生喜欢吃三明治，答案是勾。第五题，喜欢炒饭的学生人数是喜欢三明治的2倍，答案是圈。看图填一填。第一题，有30个学生喜欢中秋节。第二题，喜欢农历新年的学生占 40%。第三题，最多学生喜欢的传统节日是农历新年。第四题，喜欢元宵节的学生比喜欢中秋节的少，比喜欢端午节的多。第五题，有20个学生喜欢端午节，正确吗？不正确。活动三，那幅统计图正确的代表了表中的数据，在星星里画勾。答案是第一个统计图。下课了，小朋友，我们下一课继续，请记得留给我们的频道和点击关注呀。